天哈、台中市民参加国际升旗典礼的哈，比往年多很多哈，这很可能是我们现在疫情啊比较平稳，那大家可以外出正常活动，对市民朋友通过参加升旗典礼来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。我今天也在国庆大会里面，那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互相共同祈勉，我们要让台中更好哈，因为台中好，台湾就会好，所以未来展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哈，让台中富士台中新好的生活，继续保持全台湾最幸福、最宜居、生活品质最好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